我们第二个的话，像这个图形啊，你需要的是先把这个合并一下。现在合并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这个就正常曲线就可以了。这个的话，首先应该是切掉这一条，这个地方要补一条这个，补一条这个，因为这个面的话，切割一下比较好。正常曲线，先切割这一条，然后返回起点，然后再正常曲线。这个右键确认，再返回起点，正常曲线，再切割这一个。结束。确定，好，就这样。